喽。我们现在像店员一样超级早来逛 Outlet， 刚刚开门四点钟我们就已经站在这里了。挺好看的，好黑哦。我们在现场试衣服，然后这个兜想插一下，还有这个这是给你变个魔术啊。那这有点冷吧。什么东西啊，是不是人家让你从这里插进去，然后是插到这个兜里啊？你不要搞笑了，有点小偷都不会。是这样的，插到这里来，就是小偷都要考虑一下怎么插进来。手机不小心就会放到，对，就放到地上。今天是小周导游带你去 Vancouver City Center， 一下车就是王建航的公司。哇，好棒啊，你还会 Q 自己，真厉害。但这个人也太傻过头了。哦，我们今天的冬至晚饭。早上11点，我们又在天车上了。今天准备去煤气镇。现在到当趟，现在吃一个布朗奇。我们来吃很出名的温哥华春秋火锅，超级广式哦，没见过啊，没有见过有这么多汤底。你这炒的这老烫鼻子。哎，不要跟着王总，王总和他安全。太错了，他为什么甩这么大？太多了吧，是超级多大爷。终于放晴了，我们现在在一个海边，然后这里湿不拉几的。哦，哇，查无人刚从巴黎回来。你看不见我，我看不见你。哦，他来了。哎，那是水上飞机。我们又来买酸奶菌了，酸奶菌实在是太好吃了吧。一刀抵用，一亮到底，好可爱，好香，话梅和玫瑰。谁要他吃的？他在这儿过完 winter， 他要回去，这一群跑过来了，一个挨着一个的，还走挺快。那边看都是住宅的，这边是。今天是24号平安夜，我们现在来温哥华downtown的 Christmas Market， 人还挺多的，我们已经在网上买好票了。虽然闻不到桃子味，但是他做的好味，好像真的桃子味。想到了给王建航特别好的礼物，看着又不能吃，每天家里都有四大蒜，香香蒜，它都是一个味的。我们的圣诞晚餐做好了，下一个，下一个的。平安夜快乐，周末快乐。Till First Avenue, that's when I do.
你跟旁边那个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我们刚从这个坡上一路这样子滑着下来的，太恐怖了，完全没人铲雪。我是被逼到一种境界了，你看人走路走成这样。你看一下我们穿的是什么鞋。Air和一个 New Balance。 这位温哥华小姐姐说，不，温哥华不需要穿靴子哦，哪有下雪的搞笑啊，然后就穿了个这里就滑下来。我们难兄难弟找到了一个上山的路啊，你看这全是楼梯啊，他们两个就要冲那个坡冲上去，要下来接我们，谁先到还不一定。聪明的一休，这是小区楼下的小喷泉。第一天来的时候说，因为温哥华不会到零度以下，所以有喷泉。但是今天是零下16度，它还在这里 biu biu biu， 可真有。您看这结了的小冰，还有一个小鸭子。先放在哪里？拜拜。拜拜。 Till first avenue, that's when I do.